吗？没装蛋放冰箱，真有大眼中会去世吗？显示一下吧。为此，我们拆一台新的美妆，来给人洗个澡。红豆，大红豆，手动甩干，果冻膜，干净又卫生。进去吧，娘嘞。Later。我现在刚起床，天哪，脸肿跟个鬼一样，头发好笑，救命！时间到了，我们现在去拯救他。拿着它都动手。哇，它这个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，好硬，好硬，好硬，太冷了。哇，但是效果好明显，还有这半边脸，消肿速度巨快。哇哇哇哇哇哇哇哦，比我的黑咖啡管用哎！看起来像一个无脑操作，结果惊为天人。只要我拍得够快，我的脸就感受不到冷。你看，就这个地方，它消肿的太明显了。还有很神奇的一点，动过之后，这个美妆单它不粘粉，绝了，宝贝们，快去试一试。